大家好，大家都知道我哋拥有一个民主自由嘅天空，我希望中国10亿同胞能够有日同我哋共享一个一样的天空，多谢。 刚才就系撤退啲同学，听日撤退嘅时候试下嗰啲警报声。各位唔好以为同学撤退系一种失败，实在喺唤醒全中国嘅人嘅民主同埋爱国同埋自由嘅呼声咧，我觉得北京嘅同学呢次系全面胜利咗嘅。
有件事向大家报告，黄永玉先生攞出嚟呢幅画，而家已经有人出20万，但系黄叔叔希望系用拍卖呢个形式，希望有人睇到呢幅画，明白呢个意义之后，打电话嚟出高过20万嚟支持北京嘅同学们。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3111，请大家继续努力。接棒司仪，